真的服了，咱没加灯牌，加不灯牌，加灯牌没加灯牌，加加灯牌啊！我话都不想跟他说，对吧？啊、嗯，谢谢。嗯，有没有吃过这个？你看你呀、啊，嗯，干嘛呀？你的这个他给他们，你为什么不跟他来家？为什么不给我家？啊？我把他抬起来吃。你来到我们家是客人，他肯定不好意思挑菜嘛。他什么客人啊？他是哪门子客人？我奶奶说过话，他说奶奶不挑，奶奶他自己挑。嗯，你看我们奶奶多明事理呀。嗯，一点都不对劲。哎呀，感谢我往后余生送来的啤酒，谢谢。他说小姨好似孙悟空大闹天空一样，他说你挑得很。啊？他们说的呀。小姨，我就这么说，你为啥看我不顺眼？我想问一下，感觉倔强的粉灯牌。哎，你自己不明白吗？嗯，心里没点逼数，没点数吗？感谢新向荣送来的小星星啊，谢谢新向荣。啊，你是故意的吗？哎，你别把那个拿出来，那个拿出来封号啊，你别照。晓得。没我该买的东西，他反正就感觉看我不顺眼样的，还是红烧吧不炖，他说还是把小鱼红烧了不炖了。谁把我红烧？我把水烧烤了。怎么可能，家人们别乱说，咋可能呢？你走啥呀？我要饭。还没电了，家人们，没电关注点一下关注，我手机没电了。我手机没电了，没电了。然后这里有个直播预约，家人们，咱们点一下这个直播预约，然后每次开直播的时候你们都能收得到。啊，这里有个直播预约，下面有个直播预约，咱们点一下直播预约，家人们。因为你没把小鱼取上，你买上醋五斤给他，这是老虎，这不是母老虎，这是母老虎。哎呀，好辣呀这个！你看我刚道歉，你说我坏话，我这么温柔，我像母老虎吗？对，下面有个直播预约，大家没点就点一下，家人们。然后每次开直播的时候就那个，哎，咱不管啊。那这只有这条件那。你这个菜已经很好了，啊！明天来的时候多买点排骨啊，蘸点五花肉。我都说了，等下把你炖着吃，红烧。我们要吃可以自己去买吗？明天我去买，你不要让人家买。他们说小姨花点钱怎么了？他们说小姨想老刘吃嫩草。你觉得我老吗？啊？我这么年轻，他们都在说小姨老刘吃嫩草，不知道这是啥，我没吃过，淡淡的。嗯，我不知道这是啥，这是什么呀？这炒的啥？这是那个馍馍。馍馍是啥？推出来的浑水馍馍，没见识的人，你看就是，头发短见识的，他不是我们这边的，所以说。这个没豆腐。他们还是说的米豆腐。米豆腐。哦。嗯。你看，婆婆都比你坚实，真的是。有人说看上你了。嗯。有人说看上小姨了。谁看上我了？这个李医生。你问他是哪里的？他是日本的。不要。我喜欢四川的。嗯。谁看得上你？谁倒了八辈子血霉？我们四川的男娃是怕的多。嗯。怕的多有你怕吗？别人都说了给狗，我也看上他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我的，哎呀，好辣呀！以后你想到我们那边来的话，那你就要一样学会当怕的多。再吃点，
锅巴。八十岁的看上小姨了。那我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？哎呀，你就是一坨牛粪插在别人鲜花上了，是不是家人们？你好说话。咱们没加灯牌，加一把灯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啊，花大家一毛钱，咱们加个灯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他小鱼桌上是32。有没有年龄相仿的？32岁啊，50岁了，对，小姨50岁了，啊，50岁要长这样的话，那是成妖精了。待会儿回去记得把它拿着啊，见没有？啊，我忘了。不管你们，我是真看上了。那能不能加个灯牌呢？能不能加灯牌，家人们？能不能加个灯牌，把你们的小灯牌往上面加一加，好不好？我91年的，你是90的，小爷。刚刚不就说了吗？你90年的。嗯。他90年的，小爷90年的，33岁。啊，好了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这里有个直播预约，没点的点一下，我要下了。啊，下面有个直播预约，没点的点一下这个地方啊，有个直播预约，咱们点一下。我手机没电了，还有5%了，不然等一下我关机了。对，咱没点的点一下直播预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啊，点了之后每次都可以那个，浩哥将小鱼介绍给我，问他问你要多少彩礼？问你要多少彩礼？多少2000？20000？你瞧不起谁呀？那你要多少？这20个起啊。那他那怕你那个有没人要啊？天下男人千千万，总有人看得见我。嗯，对对，20W，我还不是买20头猪，哎，不止，买40头猪。猪能给你生娃吗？他们说20元都够了。老闺女，他们叫你老宝贝。他们叫你老宝贝。他说小鱼赚钱20万可以考虑一下。对吧？新月要多少？我觉得只要两个人合适，然后两个人互相喜欢就行了，其他我觉得那些都不重要。看到没有？谁像你呀？你是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他以后是啥时候？你这个白眼呢？都不知道我家里挣点钱。我也觉得。估计他没见过我们的大山。不能这样想呀，小姐。因为每个人像你啊，我跟你说，像你这种，怪不得我跟你说，你有时候有没有自己考虑一下？30岁找不到男朋友，那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不是别人的原因。我在等我的真爱，等我的白马王子。你等到80岁了，白马王子也来了，头发都白了，对不对嘛？80岁头发都白了，那个白马王子就来找你来了。他不止骑着白马，还有白色的胡须，白色的头发，一身白。我不管，我要等我真爱，我要等一个真正喜欢我的人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多吃点。别笑，我说是不是实话？你还30多岁，放低一下自己的姿态，找个男朋友多好。你以为我可以随随便便找个人嫁呀？问他是不是生过娃，我不知道。他们问你是不是生过娃？我婚都没结，我跟谁睡呀？我鬼姓啊！要不我吃我大鱼了？是不是嘛？我说是不是实话，家人们？感谢奋斗的粉丝灯牌，
你看别人都说你外甥女长得好看，你长得像我不回答说他们的话，他们说的话有点坏。他说你长得像个癞蛤蟆。你知不知道啊？癞蛤蟆有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哎。你最多吃啥肉？你知道吃狗肉，狗肉你都不配。我要等着吃天鹅肉的到了。来家人们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然后直播预约没点的咱们点一下这个直播预约啊，中午十二点明天中午十二点啊，对，这下面有个直播预约咱们没点的点一下，我手机马上没电了要关机了家人们啊，我不然等一下我关到开到直接自然关我就关了，到时候你们就找不到我了啊，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没点那个直播预约点一下直播预约，看小月拿筷子的手感觉他的婚姻相距很近。隔壁有个那个，没那不能说，哎呀，咋了？没电了。好了，家人们，我没电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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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拜拜拜拜。